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43面，743面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次名往生正因，即世间果报，未令行者生精进心，一念念佛，成就三昧，觉生彼国故。这是彭济清的无量寿经起心论，略说本经的正宗分，讲了四桩事情。第一桩呢，讲法藏比丘啊，48愿。第二说明法藏比丘无戒修行成就了真实功德。第三段说明西方世界的一正庄严，劝导学人要发决定心，至诚回向，入佛境界，不堕在边地一尘。今天我们这念的是最后的第四段，说明往生正因。即世间的果报，往生正因，经上所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四土三辈九品都不能够缺少的。发菩提心，要像偶益大师所说的，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呢，全都放下了，绝没有丝毫留念，这样一向专念，决定得生。印光大师对偶益大师这个说法赞叹备至，说道：即使诸佛如来应化到这个世界，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是赞叹到基础了，再无法赞叹了。话是真的吗？千真万确。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眼见所闻，要细心去观察，都在我们眼前表演呢，现前都不例外呀。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有念佛人坐着往生的，
站着往生，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那这些人没念过什么书，听经也不多。啊，为什么这么殊胜？今天我们看看经上所讲的往生正因呢，它全具足了。啊，第一个，情执放下了。第二个，我执放下了。成见放下了，烦恼习气通通都放下了，一心一意专求净土，心里面、口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别无杂念。这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通通都是我们的榜样。有年岁大的，有年轻的，都是来做给我们看的。我们看了，有没有觉悟？有没有真的醒过来了？这一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其他世间出世间的事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包括佛法也不是真的。《金刚经》上世尊说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为什么佛法要舍？自信清净心当中没有所谓的佛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就好像这个世间有没有药啊？有药，药从哪里来的？有人生病就有药，如果这个世界没人生病啊，药就没有了。佛法是药啊，这个世间人生病，他需要佛法来治疗他。如果多健康、多长寿、没病，这个地方就没佛法了。同样是个道理。我们要想清楚，要看明白，世间因果也非常重要。世间果报，为什么呢？不能往生的人都留在世间，世间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苦乐悬殊太大了。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对还留念这个世界，不能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一定是劝导大家断恶修善，不造三途业，就不会受三途的苦报。这个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同时让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做个对比，然后你就有正确的选择。你是选择世间，还是选择极乐世界？真正的用意
是在此地。真清楚了，真明白了。我们希望这一生决定生净土，不再继续搞轮回了，那就要勇猛精进，要彻底放下，一念念佛，成就三昧。啊，一心专念，三昧就显现。什么叫三昧？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就叫三昧。啊，这叫念佛三昧。有这样的功夫，就决定往生。而且呢，可以随时去往生。啊，只要你念头一动，佛就来接引你。啊，所以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真自在呀。下面是黄念老的解释。准啊，也就是依彭济谦居士的说法，是要而言之，他讲的是四条，其首二就是第一、第二，这是劝愿的啊，劝我们要发愿求生。一界是发菩提心。第三呢是劝信啊，第四我们刚才念的是劝信，止恶行善，而善终之王则持名也。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世间人都希望止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善要怎么修？确实没有人知道，念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为什么？一心念佛，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这个善有多大？还有能跟这个相比吗？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阿弥陀佛的德，阿弥陀佛的名号，象征着、代表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善行，用它来做代表啊。而实际上呢，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圆满的信德，啊，所以世尊在此地在开导我们呢，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修什么善都不如念佛。为什么？如果不念佛，世间修再大的善，果报都在欲界天呢，出不了欲界。
啊，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叫他化自在天，佛报真大。我们可以说，他化自在天的佛报，很像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极乐世界比他殊胜的，就是有修慧。他化自在天里头，没有佛在那里说法。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说法，天天教学。就单凭这一点，十方诸佛刹土就比不上极乐世界。我们得搞清楚啊！啊，世间什么事情是最弱的事情？听佛菩萨说法了，无比的快乐啊！啊，真正是甘露醍醐灌顶。啊，这种乐，我们怎么讲，听的人也不能体会。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从来没有接触过，啊，我们也无法形容。啊，孔子知道一些，但是佛菩萨说法那个乐，孔子、孟子也体会不到。啊，孔子、孟子能体会圣贤教诲，叫世间圣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一句话是他接受啊古圣先贤教诲的心得感受。啊，那是非常稀有快乐的一桩事情。啊，佛菩萨说法比那个快乐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呀！所以不认识，当然对他距离就远了，不肯学习了。纵然学习，听了也不以为然。为什么？没听懂。古人有所谓，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哎，佛法在面前，确实多少人听了，不懂你的意思，看到了也没有看出佛法的苗头啊，这什么原因？印光大师说得很好，没有沉浸性的印祖师，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你看到一分，听到一分。二分沉浸呢，你看到二分，听到二分。啊，我以前曾经讲过六祖跟神秀大师。神秀大师对五祖、对佛法有百分沉浸，所以他得到百分利益。在五祖麾下，他几乎是助教啊。啊，协助五祖教化众生啊，
讲经教学。而无作的法传给慧能，没传给他。那慧能怎么得到呢？慧能对无处，对佛法，再说对一切众生，他有万分的沉浸，所以他得的是万分利益圆满的，不一样啊。无祖说得很好啊，佛法这桩事情与认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学经教不学经教也没关系，端在沉浸。那么今天问题出现了，今天的人没有沉浸心。如果有沉浸心的这个人呢，在社会上没人瞧得起你。为什么？这是个没用的人，老实人。啊，今天崇尚的是什么？啊，所以是聪明伶俐呀，花言巧语啊，这个人有本事。这社会颠倒了，所以圣教的推行难中之难呐！那大乘佛法净土的推行那更难了。那净土法门全靠诚心，啊，那我们今天迫切。需求的摆在面前，如何培养我们那个沉浸心？啊，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学这一部大经解，头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培养我们的沉浸心。啊，沉浸心只要起来了，真心就现前了，真心切愿啊，那一种无比恳切的求生的意愿自然就升起来了啊，所以他的根呢在沉浸，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啊，所以劝行知我行善啊，善中之王则持名也。信念即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正是本经之宗，故曰正宗分。啊，本经正宗啊，宗旨在此地。若有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如果就小本来说，皆是信愿持名两本，凡间有差，而纲中无异也。无量寿经说得详细，阿弥陀经说得简单。就凡间不一样，但是纲领宗旨是一样的，
灵峰大师论小本正宗分月啊，这是欧耶大师。啊，说明这个小本阿弥陀经，他的阿弥陀经要解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经的注解排名第一啊，弥陀经第一节，他完全用心愿行啊，续分、正宗分、流通分，都用这种方法。续分里头也是心愿行，正宗里头也是心愿行，流通分里头还是心愿行，特别强调心愿行。那么他说《弥陀经》的正宗分，第一段：光称彼土，义正妙果以其性。啊，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啊，让我们生起信心。第二段呢，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啊，世尊在介绍极乐世界，特别劝导大家一定要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就发愿了。第三，正式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这是欧耶大师著阿弥陀经正宗分第三段纲宗啊，信愿持名啊，一经要持。这两个本子，《无量寿经》跟《小本弥陀经》合起来看，宗旨一明。这宗旨你就清楚，很清楚，很明了。啊，正宗分学习就到此地。下面是本经第三大段，啊，大苦流通分。啊，流通分一定这个里面分五段，43品到48品。全经三分，初是续分，中间是正宗分，末后是流通分。临风大师云：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没有一样不善的。用一个人来做比喻。续分呢，好像是头，啊，续如手，五官俱全，啊，眼耳鼻舌身，你看到了，正宗入身体，五脏无缺，啊，身体里头五脏六腑，啊，圆满无缺。流通呢，如手足，运行无碍呀。啊，经师后语。现在底下这一段是最后的一份流通分，后语，后语也是，不可因其非正因而获是也。啊，三分呢，我们都要以真诚心来看待，
用真诚心来学习。啊，现在我们看底下经文，非是小乘第四十三，啊，因为确实有不少人误会，念佛是小乘，啊，念佛人是自了汉，不是菩萨，所以这里净宗分头一个解答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啊，这一品经里面汇集的这个经文，多半呢都是唐朝的译本，啊，唐译就是大宝寂静无量寿会，啊，是这个本子里头的经文。其中非是小乘与第一弟子等呢，则是宋译本，啊，这两句话，这两句很重要，啊，所以这一品经呢，大多是从唐译、宋译这个合起来的，啊，本品是流通分之首，独劝持名。真是慧权归实，摄末入本。这两句话是《法华经》上的话。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到最后的阶段，是讲《法华》。《法华经》它的宗旨就是慧权归实，也就是说佛讲经说法49年，前面41年所说的方便说啊，全教啊，啊，最后这个大家已经渐渐都开悟了，啊，把所有从前讲的这些全教汇合起来，通通归真实。真实是什么呢？《法华经》是真实，叫一乘法。啊，《法华经》才说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啊，过去所讲的41年所讲的小乘、声闻乘、圆觉乘、菩萨乘，啊，讲二乘呢就是大乘小乘，讲三乘呢就是声闻圆觉菩萨。啊，佛唯有一乘法，华严是一乘，法华是一乘。无二也无三了，除佛方便说，那我们就晓得全是方便说，41年方便说，最后8年真实说，归实，跟你讲真的。啊，前面呢41年呢，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是枝枝叶叶的，给你讲枝叶，那是末，啊，最后这8年呢，给你讲根本，这个树的根本，啊，叫摄末归本，这是讲真实法、究竟法了，啊，无量寿经超云上来。虽说万恨往生，忘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转念阿弥陀佛。说到最后就一句话，一向转念阿弥陀佛。
啊，你看前面讲了那么多，啊，所以望佛本意，想想佛的本愿，佛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希望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所以你要把这八个字抓到了，对他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佛所讲净宗法门，你圆满得到了，你一点都不欠缺。如果这八个字没做到，你还在劝教，你还没回头啊！回头是岸呐，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定要懂得回头。又黑谷，黑谷是日本的法师，啊，他有大经社，就是《无量寿经》的解释，啊，他揭露这里头几句话。揭露如下：智流通，出非助念助行二门，但名念佛往生。啊，废是废除啊，就是不提了。啊，助念助行，就是菩萨六度万恨都不提了。到最后都不提了，啊，只说明念佛往生。又云：准本愿故。啊，这个准就是依呀，依据啊，依据佛的本愿。智流通啊，是除非诸行，但归念佛。啊，这是黑窟大境界上的话。可见一陀本愿，十愿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佛的真正愿望，只要你肯照这样做，你看它多简单。啊，一向专念，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就不肯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呢，它是这真正一向专念，这个意思。偶业大师得到了。经上明明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偶益大师说得好，啊，真正能够发心，一心求生净土，至此名号，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不必讲什么至诚心啊，发愿回向心啊，身心都不必说了，没有那么多麻烦啊，我就是想去，就是想见阿弥陀佛，就这么个念头，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怎么去？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去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心专念啊，这里讲一向，向是方向，方向是西方啊，一个方向就是求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的就是想见阿弥陀佛啊。你真正能够明白了，不再疑惑了，你就照这样去做。阿弥陀佛的愿望
就圆满了。啊，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愿望。你能这样做，你就决定得生。精气流通啊！啊，向下六平经呐、啊，43到48。啊，都是劝流通，特显佛缘，独唱持名，不劝流通啊。是故成为后山。啊，这是说明无量寿经，无有一品不善。无有一句不善，无有一个字不善。啊，而这些善总归的归起来了，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皆归在名号上啊。现在请看经文。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也，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这最后这一句，非是小乘第一弟子，这是送你的。右段，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啊，佛告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本经后半段的当记者。啊。你看，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这个彼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看极乐世界这些菩萨，说菩萨是三贤位，说摩诃萨是十地位啊，也就是菩萨呢同居土。方便土都称菩萨，十报土称摩诃萨。善获利益了。知前品中，十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彼等闻名往生，得大利益了。啊，十方世界的这些菩萨跟大菩萨了，如前所言论著《往生论著》里头所说的，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于八地，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身等发故发等，故云善获利益。我们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蒙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
阿惟越智菩萨，这是善护利益了，这个利益太大了啊！那就跟谁相等呢？初住以上，华严经初住以上啊，跟他们相等。十方世界叫菩萨摩诃萨到极乐世界去，跟谁相等呢？跟八地相等啊，八地不动地了啊。我们前面读过，知道啊，八地菩萨才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转八识成四智啊，是八地菩萨了啊，真的是入佛境界了，初住入佛境界啊，模模糊糊啊，不很清楚啊，八地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初地好像晚上月亮，初三、初四，月牙。八地是八地，大概是十三、十四，快要圆了，圆满了。说明真实利益了。啊，是乃具十方往生，慎重往生的利益啊，十方往生，慎重往生利益。一劝众生信要发愿也，具住菩萨与大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来鼓励我们啊，希望我们看到听到了也能够发心啊，用意在此地。下文则赞念佛第一了，劝心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这一句，我们好好问问自己。我们遇到这部经，我们听到这一声佛的名号，有没有升起喜爱之心？喜爱之心的落实，就是下面两句：皈依礼敬，如说修行。这是你真正喜爱。如果这两句没做到啊，你喜爱之心没生出来啊。真喜爱的时候，肯定这个现象发生。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是不是真的喜爱。啊，真的回归了吗？归是回头，依是依靠。啊，礼敬，诚敬表现在外面，自然礼敬了，不学都会了。依教奉行啊，佛在经上怎么教的，我们就真干积德大利。这个利益是什么？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你就得到了。这个经里面讲的功德讲得多啊，讲得殊胜啊，无与伦比，你全都能得到。
那么下面解释一念，什么叫一念？汉译云：闻无量清净佛身，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无量清净平等觉，也就是阿弥陀佛。慈心欢喜，啊，慈悲心自然生起来了，从内发出来的，这个东西不是外面的刺激。啊，从内心里头，内心里面本有的慈悲心，出生了，啊，欢喜，一时荣耀啊，心意清净，啊，跟世间的欢喜不一样，世间欢喜心不清净，啊，这个心里面有七情在里头，有情执在里头，啊，跟学习圣贤、学习佛菩萨不一样，学习圣贤、学习佛菩萨，无量欢喜，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无疑的本相同，又送疑的本得闻无量寿佛名号，发一念信心。啊，为以康僧铠的本子，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据玄奘集的意思，此一念呢，就是一念净心呐。一念是什么？一念是心。孔子被后人称为圣人，他圣在哪里？我们能不能知道？他的圣就是此地讲的一念啊，这个老人家自己说，他一生呢，性而好古。你看看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一生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述而不足。性而好古，他对古圣先贤有沉静的心呐、啊！啊，印祖不是说吗？一分沉静得一分力吗？孔子对古圣先贤圆满的信心，所以他得的是圆满的力。啊，那么也许有人问，为什么信心这么重要？这一点要知道，古圣先贤
留下来的这些教诲从哪里来的？不是他创造的，不是他发明的。夫子讲的都是实话，述而不足，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古圣先贤都是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完全是性德了。自性是最圆满的，自性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你不能去想它，你不能够去说它，为什么？你想不到，你也说不到。所谓的是只可以意会呀，不能言传。怎样你才能够意会呢？真诚到极处，你就能够意会。不用思考。那现在的学术，他用的时候，他用思考。他都要去想想不能想，他要去想，一想就错了，一说也错了。你岂如那个境界，你想不错，你说也不错，你没有入那个境界，你想错了，说也错了。所以圣学是先教你入境界，然后你再说。对谁说呢？对那个也是入境界的人说。他懂啊。还有一个，将入未入，差一步就入了，你跟他说，帮助他，他一下就入进去了。距离太远的人不行啊。他没法子体会这是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具备的条件今天早餐有个国外的同学打个电话给我问我群书之要翻成白话怎么个翻法是照原文来翻还是只翻它的大意我们翻成白话文问题是对现前大众戒严他们让他们对这部书生起信心生起欢喜那怎么办呢当然得翻大意十分的意思能翻一分两分就够了为什么他们的沉浸心没有生出来呀，不懂啊。翻经的人自己有几分沉浸，跟印祖讲的道理一样，一分沉浸你只能翻一分，
十分诚敬，你就能犯十分；百分诚敬，你就能犯百分。啊，将来看白话文的人也是如此，看他有几分诚敬心。啊，所以这个翻译可以多做几次翻译，有浅有深。啊，便利社会一般大众。啊，古人看古人东西，好像有很多不太适合于现在现前的社会。对，极乐世界那边的状况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个个人都无我。个个人都慈悲，看一切众生呢，就是自己，这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极乐世界搬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人都害怕了。为什么？我们有私心，我们有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了，那还得了吗？啊，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呀，不同的思想啊，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你慢慢去学，才真正体会到它的好处。啊，才真正认识啊，我们这里缺陷太多，人家那是圆满。啊，随佛说法，注重在观机。啊，法一定要双起，就是弃机弃理，弃机不弃理，这是魔术；弃理不弃机。那叫废话。啊，大家听不懂啊，就别说了。啊，理机两面都要顾到。啊，不违背真理，可以浅说，可以深说。啊，什么样的根基，有什么样的说法，这叫智慧。圆融无碍啊，长说短说，浅说深说，都得大自在。啊，所以佛能普度一切众生，能令一切众生个个都得利益，啊，个个都生欢喜心，这是大智慧啊。啊，这个不是常识丰富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知识做不到，要智慧才能做到。啊，所以这个一念呢是静心。静心就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佛说的，菩萨说的。还会有错吗？啊，乘性而谈，它不是从阿赖耶识出来的。啊，换一句说，阿赖耶出来的有问题，自信流露出来的它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今天人你说自信，他不懂，什么叫自信？太抽象了。不但没见到过，听也没听说过。
啊，你说从意识心里的流出来的，他懂，听说过这个名字。啊，我们思维，我们想象，这是意识。啊，意识是妄心，不是真心。意识能圆到虚妄，圆不到真实。那么，仁义道德、无戒十善，都是从性德里头流露出来的。今天要大家遵守，他摇头，这个东西落伍了，这个不适合这个时代，他不要了。啊，你真做出来了，这个小区，这个小城市，人人都遵守，他会看到之后很奇怪，他会很欣赏，哎，这个不错啊。啊，他慢慢就能相通，去对付今天这个社会的教学，啊，佛教、圣贤教育，或者是所有宗教，都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啊，我们居在这个地区，至少这个村庄住上3年，这个村庄的名字就可以叫阿弥陀佛。这里头都是学阿弥陀佛的，大家来看看，哎，阿弥陀佛这个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到时参观。啊，基督教也可以。搞一个小区，里面都是基督徒，啊，把圣经通通落实在生活上，那叫基督城。哎，到那就看看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啊，这样大家才能真正升起信心啊！现在不做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相信。啊，没有看见，没有听到，你给他讲，他不能接受。必须他自己亲眼看到，亲耳所闻，他相信。啊，这都是些好办法，应该要做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啊，人生没有空过啊。用一定要一念尽心，又即三辈往生品中，至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啊，这是本经经文上。啊，这一念心就是一念尽心心。啊，念阿弥陀佛，有家乡俗语，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名利深远呢、啊？一念至心，修行发愿，必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也。啊，这一念就是。具足无上功德，这个无上功德了很难懂。学过这一部经的人懂得，真的是无上功德。为什么？法藏比丘。无戒修成，修成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呐。
无界修成啊。这六个字，它的内涵就是四十八愿。这是四十八愿的总号啊，四十八愿的总名称。你提到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人家发了发愿，无界时间修成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四十八愿无界修成功德之所变现出来的啊，功德成就啊。啊，这个地方名利业既深又远啊，这个深远的利益，所以能够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的一切众生啊，上到等觉菩萨，下到无间地狱，没有不得度的，没有不成就的，这叫深远呢、啊。一念至信呢，修行发愿，你毕生净土，终得佛果，你决定成佛。啊，所以这一念呢，跟无上功德了，它就相应了。无上功德是法藏比丘修成的啊，这讲阿弥陀佛的因地。又玄奘偈云：“一念佛而为无上也。”这跟我刚才讲的意思是相同的啊，念佛就是无上功德，无上功德就是念佛。你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能够把佛号放下吗？你还会去搞胡思乱想吗？不会了，肯定一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你越念越快乐啊，越念越有智慧，越念身心健康啊，现在念佛人很多，真正懂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啊，这样说来，经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没有这么多常年的熏修，我们看这个也看不懂啊。啊，就是看这个注解看过去就算了，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就深究啊。啊，所以念还是念，功德不能说没有，不，功德不大啊，真正透彻了解，把法藏比丘因地上功德我们给他接上去了啊，把他的功德变成我们的，我们的功德也变成他的啊，合成一体了乃至一念的而为大力啊，这一念心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这一念是真心，这一念不是从阿赖耶识里头起来的啊，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是故经为，若人能生一念习静之心，持名求生，当知此人未得大利，
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啊，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说横出三界，圆登四途，一生一切生啊，一生不处究竟极光，这个得大圆满。啊，这一念是大理，那念念相续，这个理真正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呐！啊，想做好事，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吗？没有了。啊，那我们好事要不要做呢？有缘就做，没有缘别去攀缘。这个话的意思，无量寿经真搞明白了，这个话的意思你才会懂。啊，否则的话，你能了解的是似是而非，啊，不是真懂了。啊，真正懂了，表情不一样。你现在的表情有疑惑，真正懂了没有疑惑，啊，会欢喜。啊，这个四句话，是无上的功德，无上的利益，横出三界，我们这一生就做到了。从我们人间直接往生净土，不必通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还有四乘法界，很麻烦的，一关一关的，关卡重重。啊，这混出三界，这个太便宜了。啊，而且呢，圆登四途。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你生到哪一土，四土原生。什么缘呢？一界是四，四界是一。一生一切生啊，无论生哪一土，都是缘生四土。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能够见到长吉光的诸佛如来，你能够见到十报图的法身大师，啊，你能够见到方便图里面全教菩萨，也能见到同居图里面的大仙凡夫。无论在哪一途，通通见到啊！大家都在一起学习，西方极乐世界真正平等法。
啊，真正是无障碍的世界，跟华严经讲的一样，离世无碍，事事无碍。啊，到那个地方，我常说，有人非常眷恋这个世界，啊，亲朋好友舍不得离开，好像到极乐世界孤孤单单的，一个熟人都没有。啊，也不知道阿弥陀佛是用什么心对待我和怀疑。啊，殊不知，你到达极乐世界，你的熟人好多好多。啊，过去无量劫，啊，他们修行都已经到极乐世界了，到那里去大聚会，啊，一见面，哎呀，过去生中的时候那种，哎，这是关系，全部都明白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是真热闹啊！啊，无量劫来的家亲眷属，通通聚会了，啊，都往生了。啊，没有往生的，他们无论在哪一道，你能看得见他们，你能认识。啊，哪一界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哪一界、哪一生、哪一世的好朋友，你全都知道。啊，他们有感，你就有应。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有这个能力，像佛菩萨一样。啊，他喜欢见什么身，你就能现什么身；他需要什么法，你就会给他讲什么法。啊，通通找不到。一个都不漏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多大的利益啊！一生不出，究竟即光。这是你到极乐世界能够做得到的，圆满成佛了。底下这一段是心无暇力，于自善根能生性苦。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人很多都有严重的自卑感，啊，认为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造了很多罪业，啊，就生起自卑，下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自卑感。啊，怕不能往生，这样的人来问我能不能往生，我告诉他你绝对不能往生。他说为什么？你自己没有信心，你怎么会往生呢？啊，什么人能往生？坚定信心啊，造无量无边罪业，他坚定信心他能往生，那人很快能往生。念佛就是灭罪呀，念佛就是忏悔呀。啊，过去造无量无边罪业，现在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这一句弥陀名号是一切善的总善。啊，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无过于阿弥陀佛，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在经上常说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你一句一句接着念，一心称念，这个功德得了吗？什么罪业都能够忏得干净呢？只要你肯念呢，啊，念就是灭罪，
念就是忏悔。多少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啊，要去法路忏悔。法路忏悔经上有，那个用意何在呢？你也晓得，那是帮助一些迷惑颠倒的人不知道回头。你这一忏悔的时候感动他，他回头了。用意在此地，真正忏除业障的就是念佛，但是我们念佛他不懂。他没有感触啊，我们把自己说错事情一样一样说出来，哎，他感动了，那是戒因除己的方法，有功德，不能说没有功德，不能与念佛相比，念佛的功德太大太大了啊，只有内行人真正懂得的人他知道，外行人不知道，不晓得念佛功德之大啊，他也不会念佛于自善根能生性故。什么善根？传统文化，老祖宗说的，人心本善，这是善根。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敢不敢承担？这都是你的善根啊！佛又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这是你的善根呐。再说的贴切一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是你自己善根功德的成就，你相不相信？你也相信了，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啊，修净土的人，这两句话常常听到啊，听到耳熟啊，你就是不信呢。为什么不信？把这个根源找出来，从根本上把它消除，我们就相信了，就不再怀疑了，啊，你就成就了。啊，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表演的就是代表知识分子啊，好学多闻啊，你要把经认真去学习，要用真诚心去学习，你才真正体会到啊，体会到什么？自己的心得。佛所说的全是自信流露，你不用心得，你没有办法体会，你跟他不相应啊，就是他是真心里头说出来的，流露出来，
你要用真心去听，用真心去体会，这才行啊。用妄心，用怀疑心，用批评的心，你一样都得不到。今天圣学推广之难，就难在此地。因为现在人都学会了，都成了习惯了。听了之后一定要批评，一定要怀疑。听完之后一定有很多问题来问出来。养成习惯了，从小就这么学的。学校里家庭都这么教的。这种修学的态度方式用在现前科技的时代行。这个方法没问题。用在圣教，用在佛菩萨典籍里头不行，完全不能弃入，会把这些典籍都当作现代的学术来看待，它是智慧变成知识，不得受用啊。经上讲的这个横出三界，圆登四途，一生不出究竟极光，对你毫不相干。所以一定要能生信心呐，要相信自己。一步更高，明信佛智，信佛众生，三无差别故。在大乘教里的心就是真心自信，佛这是已经修成了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众生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大，也包括我们在内，这三样没有差别，是平等的，功高就没有了，谦虚沉静自然就生出来。但是这个贡高的习气很难断呐，人人都有从哪里来的？与生俱来，最初一念不觉的时候就有它。大乘经教里的所谓四大烦恼常相随，这四大烦恼就有他一个。第一个我见，执着阿赖耶见分里面的一分。一味生活，这是见分的一分。我们一般人讲灵魂呢，就这么回事情啊。他迷了，执着阿赖耶相分一分。身体，这是我身。阿赖耶像大海一样啊，广大没有边际，执着就一分，
认为生果，认为生果的神，这叫我见。跟着我见来的，同时有的，我爱。啊，我痴，我慢，傲慢是嗔恚里的一分，所以说贪嗔痴跟着一起来了。我爱是贪呐，啊，我痴是愚痴啊，糊涂了，迷了，啊，我慢就是傲慢，啊，傲慢跟嗔恚人，所以贪嗔痴就起来了，这叫根本烦恼。啊，与生俱来呀、啊，哪个没有啊？什么都有，连花草树木都有，啊，微尘都有，啊，这在八识里面叫莫那识，啊，莫那识染污，严重染污，染污的根源。叫染无意，这个东西要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叫平等性质啊。所以有染无意，哪有平等呢？染无意转过来，平等性就现前啊。转离六意识是清净心，转莫那识是平等心。平等比清净还要难呐、啊！啊，所以我们知道，信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现身现前。啊，对待小动物，对待山河大地，都有一份沉静，不敢轻慢。啊，这些小动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要有敬意。中国传统教育里头，《礼记》，你看看，你掀开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没有一样啊，是不尊敬的。啊，懂得。一切尊敬啊！佛门里面忏仪，这些仪规，祖师大德编的。头一句话：一心恭敬，一心顶礼，都是这第一句话的就说。没有诚信，他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一步功高啊，诚信心升起来了。啊，知道佛的智慧，佛的智是自信本具的智慧，一切众生皆有。啊，知道心佛众生是一体，啊，傲慢心没有了，沉静谦和自然就显现。这样，底下一句成就善根，如小经，小经就是阿弥陀经。六朝十刻本云，以称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这句话重要啊，都是劝我们要念佛了。称名就是念佛，念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啊，这个四句经文，心无下劣，业不功高，成就善根。啊，以称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六朝，南北朝的时代，留下一块碑文，这个碑文上刻的是《阿弥陀经》，有这几个字，这几个字现在经本里头没有。啊，所以有很多人怀疑，是不是以后这个经传的时候，抄写的时候把这一句漏掉了？啊，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阿弥陀经》汇集本里头，把六朝时刻漏掉的21个字都补进去了。啊，这个难得了。因为这里讲的太清楚了。啊，《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不够，是不能往生的。那善根福德因缘我们怎么修呢？这提供我称名故。你只要肯念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你就决定得生。念佛多重要啊！啊，悉皆增上啊！啊，净念相继，精进无疑，故诸善根皆能增上也。啊，这个悉皆增上，善根增上，福德增上，因缘增上。又弥陀要解云：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这欧耶大师讲的，讲的非常有道理。凡身同居土，我们能够去往生，凭什么？就是凭增上善业，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这样子往生的啊，增上善业无过于念佛真正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世间事还要管他吗？能够不管的都不要去管，通通放下。要管什么呢？要管好念佛。这一句佛号啊，一天到晚不要中断。把这一桩事情管好了，你就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了。这个事情没管好，还要管世间拉拉杂杂的，那就搞六道轮回。这个本人不知道啊，念老在下面说，以念念即佛，每一个念头都是阿弥陀佛，为成佛之轻因缘，
念头不起是福，念头起也是福。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什么都放下了。啊，我告诉同学，因为大家都来给我讲灾难问题，啊，多半都是说的2012玛雅预言的灾难。美国布莱登提出的方法，我很赞成。啊，他希望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还能帮助地球走向更好的方向。啊，我们敬重同学如何来理解布莱登的说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万缘放下，比布莱登所说的殊胜太多了，高明太多了。啊，要把时间定在明年12月，我们要学古人克期取证。啊，还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时间绝不空过。啊，这一年的时间分分秒秒我都要抓住。怎么抓住？不离阿弥陀佛。啊，口里念累了，心里不间断，念佛法门殊胜呐！它能够适应我们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不妨碍。啊，只要念得欢喜，念得快乐，啊，长念短念都没关系，大声念小声念，啊，默念都可以，啊，一切时一切处不间断就好。欧耶大师这一句话很重要，同居净土是正上善业所感，正上善业就是念念即福。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正上善业。啊，这是成佛的轻音乐，净念相即是等无间缘。啊，等是平等。见无见
是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没有空间，这叫无间。啊，这个无间很特别，平等的，完全相同的。前念是阿弥陀佛，后念还是阿弥陀佛，再接着还是阿弥陀佛，不是不平等的，平等的，等无间缘。啊，佛给我们讲四缘生法。啊，这个四缘是清净缘，这有了清净缘、无间缘啊，但是他这个地方加了一个等，这个意思非常深啊，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四缘生法，但是无间缘真有，但是它不等。啊，所以我们称这个现象，科学家也这样说，说的意思都一样的。我们所感官的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是相似相虚相，无间就是相虚。为什么？每一个念头不等啊，念念都不相同啊。这念佛这个念头是念念相同啊，所以叫等无间缘。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断了一段时期，断了几分钟，断了几个小时，断了一两天，再接着念的时候，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没有见到？没有，他又接上去了，又是相同。这种缘叫等无间缘，啊，一般都是讲无间，不能说等。啊，正上缘这是外面的力量，前面这三个都是属于自己的。啊，清净缘没问题，这是一切众生通通具足。啊，也就是你阿赖耶里头十法界的这个因都具足。你现在想哪一个因成就，那就在缘了。这个缘里最关键的缘呢，就是所缘缘。你所缘的境界，我们所缘的境界通通是阿弥陀佛，我们心里头自信里头阿弥陀佛，我所缘的是阿弥陀佛，决定阿弥陀佛现前，决定往生见佛。所缘缘呢，但所缘缘不能间断啊，那就是我们要有等无间缘啊，这个不间断啊。增上是外面的力量，我们听经闻法是增上缘，我们大众在一起共修是增上缘啊。四缘具足，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